他说去哪睡觉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那时候跟人家讲啊，你如果太大碗不好的话，又加上人多、远程多的话，龙跑来跑去，你根本伤不了红人，你伤害就起不来啊。结果是去哪里毒药鸟睡觉的地方？我这个屁屁，看这个屁屁，哇哦！他是跟我用一样的啊，怎么他屁屁看起来比较透？不对哦，我看一下哦，他是什么屁股啊？咚，成员清单，看一下哦，查看装备，一。巴鲁特角浴场腰，巴鲁特角浴场腰，领取。来去还一下，还一下名片，再跑。啊，名片，送出名片，确定。好。哇，一个人玩真的是好无聊哦。惩戒任务。
嗯，我没事。流转怕啥？猎人笔记。流转怕火吗？火，好。火跟电充沛。大凶恶龙迷你，哎，怎么死了？那是不会撞头哦，不是新手场吧？不是新手场吧？请问你橘色在哪里？请问你橘色在哪里？脚，不是手，不是肚子，不是。那橘色在哪里？我找到你橘色。你橘色在哪里？告诉我。我找到了，手后面哦。好。
他咬着大胸恶龙啊，好像壁虎！的天哪、啊！太刀手残，没事啊，我又不是100%啊。我也不是100%可以格挡啊。还有14分钟，5点。再两场吧，或一场，就关台，然后我们晚点见。好多哟，调查。